现在拢啥物时代咯，竟然爱家己找手机机会，搁爱家己主动到等。其实这是台西社区海口东军特别办理的露营体验活动，甲小朋友东军的技术甲能力。今天在那个台西国中举办童军体验露营活动，然后希望将这些童军生活技能那个结合地方社区资源，提供一个多元学习的机会，让更多孩子学习参与。然后今天活动有差不多有40几个小朋友参加，然后我们安排了无惧野炊、萤火，还有追踪旅行。然后他今天2天1夜的活动，我们都是睡在蒙古包，然后教他们怎么搭蒙古包，然后并让他们体验一下露营的感觉。小朋友念着活力的口号，展现因团队合作精神。活动中大约有40位高中甲高小学生参加，伊也大方分享参与感想。我第一次参加海口童军团的活动，让我学到怎么搭帐篷，怎么煮饭，让我觉得开心，也很新鲜。这活动让你学到什么？可以让我们自己生火，还有煮菜，然后可以让我们自己练习怎么搭帐篷。感觉这里真的很不错。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过去也参加真济童军活动，不过这是第一摆做工作人员，就家己所学的教学参与学生。我参加过许多的童军活动，这次是第一次担任服务员的角色，希望能将之前所学的东西，跟活动学以致用，并且指导小朋友们更早融入团体生活。虽然现代囡仔已经无需要家己机会煮饭，不过童军办体验活动提供多元的学习机会，让因加学一项技术能力，也透过活动培养因团队合作精神。记者吴阳平采访报道。